好啦，喺我侧边嘅当然系 Stephy 啦。Stephy 肯唔肯接受我呢个硬食一嘢挑战？绝对系冇问题嘅。好，咁啊，杯水交俾你啦，你可以大啖啲都冇所谓嘅。佢真系好大啖。好嗱，喺香港我哋就叫医生，日本啊叫做医师啦，系咪？咁喺日本嘅第一个医师系叫咩名？系。三唔识啊嘛，第一个医师系叫做。Miyaki 的 EC Miyaki 啊嗱，所以話咧，識時裝的人咧，諗都諗唔到，原來佢唔係咁識答呢啲問題。乜你未食過 EC Miyaki 咧？啊，飲咗佢啦，冇所謂啦，而家。EC 啊？係啊，咪 EC Miyaki 咯，咁咪。既然挑戰失敗，就要捐錢啦。嗯，好，咁你咁我捐幾多？你捐幾多係嘛？梗係啦。OK， 我而家袋裡面咁啱就有呢張500蚊。好，咁我就捐500蚊啦。咁我將5000蚊就5000蚊，我都捐500蚊。多謝 Sammy， 拜拜。咁我哋又多謝狗狗代表狗狗之家，多謝你嘅捐獻啊！好嘢，耶！挑戰成功，耶！約定你下星期一晏晝12點開始上嚟881903.com 阮兆祥2014硬食博覽嘅網頁裏面可以下載到優先訂購表格，就可以睇到祥仔第一次嘅棟篤笑啦！話俾你聽啊，近期上親網都好難買嘢嘅，但係放心，呢一個都唔係咁容易買到嘅，所以咧都要咋咋臨上嚟我哋嘅網頁裏面咧，就下載呢一個嘅優先訂購表格啦。詳情裏面咧講得非常之詳細，See you there.